下午好，晚上好，今天来拍个小生活 vlog 吧。这一次有我小弟的陪伴。Hello，Hello， 萨瓦迪卡。看看每一天他都会做什么不同的菜给我吃。我们的大主厨。This is a gatiam swan。今天弟弟说他要做打抛猪给我吃。然后我刚买了一些材料，但感觉不太对。随便弄哈，弄不好别怪我哈，我爱你啊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去。今天打抛猪成功，感谢我们大主厨。明天是什么菜呢？明天再来拍给你们看。听说外面很热，40度啊，今天。又是弟弟要做饭的一天，看看今天弟弟要给我做什么。好困呢。咖喱，过来，坐下。哎，拍手。哎，对了，哎呦，乖狗，去看你叔做饭去，去。先拿鸡蛋，切了半颗，大蒜。咖啡，今天我弟说他想试喝这个咖啡，所以就买了。开吃吧，试吃一下。吃到了一个很大的糖。好吃。有一个会做饭的弟弟真好呀，都不用看每天要吃什么了。我自己在北京的时候，就中午一起来打开外卖，都不知道要吃啥，就感觉已经没什么想吃的东西了。先说一下为什么我弟会做饭，是因为昨天我中午问他你想吃什么，他说都可以，我不知道要给他点啥，但最后我还是给他点了。晚上的时候我又问他你想吃啥，他还说都随便，我又不知道要给他点啥吃了，然后他就说要不我给你做饭吧，你有没有想吃的东西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如果我弟这么爱做饭的话，那每次他做饭我都可以给你们拍一下，看看他都在做什么。专辑封面出来了，好好看，给你们看一眼。行了，咱们看一下下一餐我弟会给我做什么吃吧。今天是大雨天，又是弟弟做饭的一天。今天有新成员，大厨准备好了吗？大厨意面，罗勒意面，这个叫什么地方很单调，这个家
搞完，我可能我也要把这个迷你眼镜了。我刚想做饭去。对啊。渣渣，如果不好吃的话，给咖喱吃，可以吗？好吃。他也会做泰式的，泰式的意面，就是那种比较辣的那种。哦，我明天搬，行，换一个类似的城市。但其实说实话，真是想搬去城市，成都。但那有直飞曼谷的飞机吗？成都吗？嗯，有啊。嗯。但其实这个，我们今天结束了，有缘再相见。哇，今天是好天气耶，大蓝天。是的，今天我弟又搞吃的了，哼哼，今天他要做什么呢？我们去看一眼吧。今天要做什么嘞？好的，不理我。那大家猜一下吧，有鸡蛋，有白糖，有一个很大的粉。猜到了吗？是泰国的一个小吃，看一下吧。我就来开的份，淡淡番茄，加了糖，加了水，一勺。看的份儿，因为不会做。弟弟说要等一下面粉。洗完脚了，干干净净的，干干净净的小狗。啊，耶、yeah ！嫌弃我？你嫌弃我？你嫌弃我？等待了半个小时之后，现在就可以开工了。但具体要做什么还不知道，我知道，但你们不知道。我觉得它属于小吃，是个甜点，所以呢，我打算做一个火鸡面吃，先垫垫肚子。飞今天弟弟做的是我们泰国的甜点 ，roti 赞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吃啊。但在吃甜的之前，我先吃个咸的。做饭真的太难了，不太适合我，我就适合干这个煮泡面。准备开吃我与弟弟一起制作的泰国煎饼。有那味儿，有那味儿。我知道了，为什么卖的人他在卖的时候，他一定是拿那种平底的煎台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弄到所有的地方。我们这个它是有点椭圆形的，所以有一些地方感觉弄不太到。所以朋友们想要在家里做的人，可能得买一个那种很平的那种锅来搞。已经没有了吧，已经没有什么想给我做的了吧。我想一下有什么想吃的跟你说，期待。Hello，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。这个机器是我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的，觉得它特别酷。你看，今天弟弟准备了菜，然后现在在煮菜，而我现在还在试用这个机器。各位就是不要太看我今天的造型了，今天把头发吹乱了。
这次的 vlog 呢，就是一个做不同样的菜品的过程。因为我一直来就是我发我的小生活 vlog 最主要的呢，就是想带大家去吃好吃的，肯定在小生活里面都会有吃这个动作。然后呢，这一次呢就真的是全吃，做完吃，做完吃，做完吃，所以大家就这样了。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次我带来的小生活，也让你们感受一下就是我在家的日常。还好这一次弟弟来陪，不然的话天天都吃外卖，终于有一个会做饭的人在身边，这个感觉还是特别好的。期待我们下一期的小生活吧，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